那就这么放弃了。看着吃不着的肉，是有点难受啊。不能半途而废嘛，我希望你去试一试。除了你，再也没有别人了吗？陈家璧上。什么？陈家璧？从现在开始啊。 你要戒掉到我们的公关部，哎，一切行动啊，要听我的指挥。干什么呀？公关呐，哎，你看啊，你现在可是我们源泉公司的全权代表，去谈这宗业务，下午你就去找文慧友。谈什么呀？我也不懂啊。既然不懂，就少说多听，明白了？少说多听。对了，光听就行，还有。 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我要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呢！你想想啊，所有的人都认为你陈家碧是一电影天才，我现在想让他们知道你在公关上也是很厉害的。别给我丢人啊！那是不是得吃饭呀？当然得吃饭了，而且啊，还得吃好吃的。 陈家碧，你是不是怕你自己请客呀？啊！你放心，公事公办，这是给咱们公司办事儿，当然是公司请客了。哦，对不起，陈先生。 您对我们合作的风险怎么看呢？风险是吧？应该降低风险。是降低风险，怎么降低风险？应该共同努力。哈，陈先生。 您这个说法是不是也太宽泛了一些啊？是，确实是宽泛的。您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？具体的？您指的是哪方面具体啊？如何降低风险呢？双方真诚一点。是不错，是应该真诚，但是您不觉得"真诚"这个词它也不十分具体吗？对，不具体。我认为。 降低风险，首先是要明确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风险的具体内容。对。然后呢，把这些内容落实到具体的合同条款里面，白纸黑字，谁也否认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道理。如果能有足够的风险保证金存在双方公共的户头里面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个风险保证金和进货产品的成本价，应该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。对，这个成本价由我们梅和公司、梅和集团来提供。对。陈先生，你是否怀疑我们提供的这个成本价会有水分，或者是不真实？我一点不怀疑。怎么会呢？ 您一看就像一纯粹的人。没错，我这个人信誉一向很好。哎呦，我看出来了。接下来，哦，就是一个结算的问题。您认为用什么币种结算最为合适呢？币种。对，币种。什么叫币种？币种。就是哪国的货币，哪国的钱呢？哪国钱都行。
恐怕不行，因为这个货币它有升值和贬值。为了咱们双方的共同利益考虑，应该选择一种比较稳健的币种。对对对，我个人认为美元好，美元，美元的步伐是比较稳健的。那就用美元。啊，用美元当然是好了。但是你们能否弄到足够的这个外汇指标吗？没问题，一点没问题。那就太好了，我还以为这是个大问题呢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问题。不，对不起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？该吃饭了。啊，吃饭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不过我这个人随便吃一点就行了，我不太善于应酬。是，我也不擅长应酬，反正没吃呢，一块吃吧。反正也是公司花钱，不吃白不吃。啊，您说呢？您这个人太真实了，我看你也是一个纯粹的人呢。对，就是一纯粹的人嘴。那么还有别的人在场吗？您这还有别人吗？我这没有女秘书，也没有别的人。我是说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就我一个，就咱们俩。哦，太好了！我这个人就怕别人陪酒和的敬酒词之类的。既然您诚心的邀请我，那我今天就接受您的邀请。谢谢。对不起，请稍等，我去换下衣服。不客气。这几样菜都很合我的胃口，看来咱们华人还真是会做菜呀！啊，你喜欢吃就多吃点。好，谢谢，陈先生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谢谢你的款待，菜忘记了。拿破仑说，请客菜要好。嗯。陈先生，你点菜的技术确实是。您要是喜欢，我每天都请您吃饭。好啊。不过我可是吃饭归吃饭，公事儿归公事儿。对对对对，吃饭是感情，公事儿是来真格的，咱不能。混到一块儿去，说得好，好，来，咱们再喝一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北京游玩指南。哦。您看看您喜欢去什么地方，我陪您逛逛。好，好，不能光谈判呢，来一次总得看一些景致嘛，啊。对对对，来。
陈先生，哎，多谢你陪我浏览北京，我很开心。只要您开心，明天我还陪您玩。好好好，哎，咱们可是工作第一，游玩第二。对，工作第一，工作第一。我送您上去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。好好，记住，明天早晨9点我们继续谈判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就是鸭子听雷，什么也不明白。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是吗？啊，李云生、林光、晋哲，他们全都败下阵来了，你居然还赢得了第二次谈判的机会，这说明啊，你比他们都强多了。嗨，有这次机会也是因为文先生吃得好，玩得痛快。这也是一种公关的效益啊。那不都是你设计的吗？关键啊，是你执行的好。那明天怎么办？和今天一样啊。好。